咋样咋肉了？咋点肉了？我们过来了不吃肉啊？你不给家还吃肉了？你给家还不吃肉了？要不干饭呢？不不不，得有点无节操。你干这干什么？你干这干什么？这么多，你好吗？让坐吧。哎，这不是呀？你说太太阳了。你没有空调？你跑这子你了？那房子来都是我。一点梦幻儿。他家有空，我这呢。咱整年五块钱，咱三五块钱，买点啥呀？这交不交？交交吧。看你们，看你们老样，别不对。好啊，好事儿。嗯，聊成不错。我都欠了这三十多块钱。不攒钱呢，每天人说就是你，你攒的，不攒钱呢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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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攒钱呢，不不是兰丹，是买谁的？啊！快点！四块，少不少？我这一个三千呢，不怕三千还是在这里三千？我这三千呢，我这三千呢，我三千多一点。我这几千。那边给我削了两块，那边在兜里，这个，两块，还有个，还有个，两块，反正往那边儿，咱不好，那弄个两块，两块，两块，这样儿，这样儿。